什么特长？我心算特别快。449万1802×3.141592.65等于多少？14077596。这完全不对。你就说快不快吧。出去。等等。3，他快吗？想不想试试？你就说快不快？对于奥迪 RS 来讲，快就是正义。RS3 呢，是 RS 系列里车身尺寸最小的一台，也是价格最亲民的一台。那么500000元你能获得什么呢？首先啊，奥迪的 Quattro 全时四驱，对吧？还是带硬度差速器。再者呢，有一台 TTRS 同款的发动机 ，EA855 2.5T 横置的五缸发动机，最大功率呢是400马力，最大扭矩是480牛米。那这台车因为有四驱系统，而且呢它的车身的自重啊，其实比 MRC 是要稍微轻一点。所以它加速是要比宝马 M3 更加快，而且我觉得这台五缸发动机啊，其实它的潜力还没有被压榨完全。就想一想啊，奔驰的那一台 M139 对吧，也就是新的 AMG45S 上的那一台 2.0T 四缸的发动机都可以压榨到421匹，而且在30多年前啊，奥迪的五缸发动机啊就已经调得比现在的功率还大。想想在80年代啊，有一台叫做奥迪 S1 Sport Quattro 的赛车，在 WRC 的 Group B 这个组别上，那可是一台传奇啊。那我们 Stan 呢，也经常在 Dirt， 也就是尘埃那个游戏里驾驶那台车。其实那个年代的 Group B 就已经是一段传奇，因为它是没有任何规则改装的限制，完全比拼的就是各大车企它对于机械性能的压榨，还有车手的胆量。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没有限制呢，就发生了一些车祸，所以 Group B 的历史是很短的，差不多只有3年左右。不过年轻一代的小朋友呢，如果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了解一下。那后面奥迪呢就造了一台 S1 去跑派克峰了，对吧？但那台车可能是一段传奇，对吧？开着这台 S3 呢，很容易让你有一种我的驾驶技术特别牛逼的幻觉啊。但是其实也没错啊，你确实可以做到这条街最快的载，因为它的提速非常的猛，而且 BQ500 这台七速双离合的换挡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利索。然后整个车身虽然小，但是你感觉到底盘非常的贴地，整个车身的动态也是非常的犀利。你在这个街头做穿梭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容易找到得心应手的感觉。那奥迪的这套全时四驱系统呢，其实是通过一套电控的多片离合器来控制它的扭矩分配，那最多可以分配60%的扭矩到后轴。那后桥上呢又有一台运动差速器，那也是电控的，那通过这个电控来精确的分配你后轮的牵引力。所以说开着这台车，你可以更高的速度去过弯，你永远不要担心的是它可能会打滑是怎么样，记得我说的吗？这辈子都不可能打滑。那有的人要讲啊，奥迪嘛推头王对吧，不是奥迪 RS 的车造的不好，而是你的技术不够。虽然说你开这台车的时候不用去担心后轮打滑的问题，但是呢你可能要担心一下它的多片离合器片过热的问题。正是因为它的多片离合器容易发生过热的问题啊，这台车在赛道上的成绩啊可能不会特别的好，但是在日常跑街呢，真的是我觉得这套四驱吧，对于业余的驾驶爱好者来讲，明显比大马力后驱更好控制。所以我一直觉得只有奥迪 RS 才最能代表德意志制造的精密计算和他们作为冷冰冰的标准组。那转向的手感，这台车小尺寸的方向盘又是一个平底啊，跟它的手感也是一级棒，包括它阻尼的变化，随速随角度的时候我觉得都很自然啊。然后呢，很多人会抱怨说奥迪的这个转向手感太轻了，对吧？太轻飘飘的。其实这台车在运动模式的转向手感，它轻重度啊，阻尼的这个感受，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。因为
因为现在都是电子助力的转向，那你故意把这个转向调得很重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对不对？又不是扳手腕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台车转向还是有一些问题，因为我觉得啊，它在运动模式的后转向指向是有一点点模糊的，就是你感觉到你的转向和全轮的角度，也就是隔着一层纱那样的感觉，包括回正的时候重心感也不是特别的清晰。我觉得它的转向比起 MRC 的那套转向的电子位还是要浓了一些。那最后聊一聊这台车我最喜欢的一点，就是它的舒适度。首先底盘在舒适模式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说这台车的底盘是有点软，而且这套铜铝呢皮也很软，填充也是很厚实。就是我开了这么长时间啊，差不多跨过了山和大海，一点没有觉得腰酸背疼的感觉，这点比 MRC 要好多了。那你调到运动模式以后呢，它也不是纯粹的说是蹦蹦跳的那种底盘，特别是我们过一个减速带的时候，能感觉到它过去的时候是蹦蹦两下，非常的干净利落。那悬架的回弹和压缩都是非常利索的，车身是没有任何老人的弹跳或者余震怎么样的，这样其实反而舒服一些。所以说这也是一台日常代步完全没有问题的性能车。然后呢，我其实是第二次来开这台 RS3 了，之前一次是和 TTS 一起去试驾，当时我觉得好像 RS3 并没有那么的惊艳人，可能是因为 TTS 更快更轻一点。但这一次呢，我其实很耐心的开了两三天这台车，我觉得有一台让你没有任何心理压力，在转弯的时候随心所欲轰油门的车，然后又特别舒服的车，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所以大马力后驱虽然有趣，虽然美好，但是你天天漂移，对吧？你又不是二愣子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现在啊 ，Stan， 你怎么咳嗽了呢？二愣子又不是说你，是吧？所以我现在啊，可能你要问我，如果下一台车想换什么的话，如果我只能拥有一台车的话，我想买 RS6。所以你去看奥迪的新车展出的时候，对吧 ？S6 和 S7 因为动力总成平台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在 C 位永远是 S6。因为有太多人觉得只有 S6 Avent 才最能代表奥迪 RS 的精髓。谭先生，你这样开车不怕打滑吗？打滑是不可能打滑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打滑，漂移又不会漂，只能不停的绷直线，这样子才能维持得了腔调。进弯的时候感觉像打游戏一样，四驱比后驱好多了。开着奥迪感觉个个都是车神，武钢的声音又好听，我超喜欢四驱的感觉。干什么呢？还堵着我？很多人喜欢把奥迪 RS3 称之为钢炮，但是在我心目当中，只有 Sportback 两厢版本的才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钢炮。现在很多车企都不乐意去引进两厢版本的车型了，即使网上吹得天花乱坠，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三厢就是比两厢更受欢迎。那我觉得最近这一些年，奥迪在外观上的设计是胜过于宝马的，不单单只是登场那么的简单了。那我身边的这台 RS3， 它的车漆颜色叫做金刚鹦鹉蓝，从前脸放眼望去啊，我第一眼就会被前扰流板上的这一排英文字所吸引。跟我念一遍，夸球。没错，没有四驱的奥迪是没有灵魂的。那我们能看到六边形的格栅，蜂巢状的网格，这已经是 RS 惯用的套路了。那下面呢，也是有两个硕大的黑色的进气口，那也是证明这台车对于冷却空气的一个渴求。那两侧呢，是两个细条状的进风口，也是能够起到梳理空气和冷却刹车的作用。那我们来侧面看一下，侧面我们能看到银色的耳朵，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洗车房的小哥哥，这可不是一台普通的 A3， 银色的奥迪不好惹。
那奥迪 i3 呢，用到的是19寸铸造的铝合金轮圈，奥迪也称之为是五辐转子的设计。那我们也能看到红色的四活塞卡钳380的打孔盘，轮胎呢用到的是倍耐力的 P0， 然后前轮的扁平比呢是25530，后轮呢是23535的一个扁平比。那这样前宽后窄的一个设计是能够在弯道中保持后轮的灵活性，减缓转向不足的趋势。但是奥迪 i3 的油箱呢只有55升，那注定中石化天天见咯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车尾，车尾呢黑色的小小的扰流板，在心理上呢是可以增加一点下压力的。那下部呢是有黑色的扩散器，然后这个排气你看一下，真的是比我两个拳头还要粗。其实呢这里面还是藏着两根小排气的，奥迪 IS3 是一个双边四出的排气设置。整体呢奥迪 i3 的外观我觉得实在是太低调了，怪不得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台 A3 哦。那我们说完了这部车的外观，让我们到内饰去看一下吧。那坐进驾驶舱之后呢，阿肯塔拉包裹的平底方向盘手感是非常的一流，换挡拨片的尺寸啊是有一点小。那12.3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在运动模式的时候呢，左边呢是实时的功率和扭矩，然后下面呢是机油的温度，那右边呢是机值数据。方向盘上呢是有一个星号的按键，是可以设置自己的自定义功能的。我呢是会比较喜欢调到驾驶模式的设置的。那这一块中控屏啊，当你在驾驶的途中不需要它的时候呢，它也是可以缩回在饰板内的。那新的一代 RS3 的谍照呢，我也是有看到中控屏呢是会镶嵌在内饰当中，就跟奥迪新一代的设计是一样的。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座椅，一体式的真皮座椅啊，对身体的侧向支撑呢是非常的不错的，然后 Nappa 皮的触感也是非常的细腻。空调的出风口呢都是用旋钮来调节的，然后整个的手感是一级棒。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奥迪驾驶模式的个性化设置有哪一些吧。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减震控制、转向、Quattro 发动机的声音。那既然是能够调节发动机的声音的话，应该是有一些模拟声浪的。那舒适性配置呢，我看到是有座椅加热，那下面呢这边是有一个 USB 的接口，然后排档杆上呢是有一个 IS 的标识。哎，如果换成 MT 的话会不会更好呢？那整体来说呢，奥迪 IS3 的一个内饰啊不算特别的豪华，但是设计呢比较的理性和冷静。那比如啊这个碳纤维的饰板呢就用的比较的克制，那也非常符合德意志的理性审美。那接下来我们的后排就交给我们的谭老板。IS3 呢作为一台标准的紧凑级三厢车，其实我们也是应该体验一下它后排的。那腿部的空间，我身高1米76，前排是我合适的位置，我觉得腿部空间差不多一拳有余吧，还挺好。而且脚下面是镂空的，也方便你去放你的脚。然后呢头部空间就不是那么的乐观了，头部呢是有一点点压抑的，对吧，再高一点就要顶头了。而且前排虽然有个天窗，但其实光线也是很难照到后排的。然后座椅啊，我觉得首先填充是很不错的，那 Nappa 皮很柔软，而且腿部的支撑啊，他们做藏了一块，其实我觉得支撑还可以。但是靠背的角度呢，就不是那么的舒服了，稍微是有一点直的。那后排还有一些什么舒适性体验呢？只有两个空调出风口，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，也就是说这个后排它连一个 USB 都没有留给你。但是呢，后排好在啊，有一台 B&O 的音箱可以享受一下。我们这台车是选装了 B&O 的音箱。所以整个后排呢，再怎么说，空间比 MRC 小好很多。或许有人会说，奥迪 IS3 太过于平稳，不如大马力后驱来的那么的有趣。但是啊，其实我觉得 IS3 还是挺好上手。如果说大部分人能开出这台车的70%极限的话，已经是很牛了。毕竟嘛，在键盘前打字很简单。但是要开好一台性能车太难了。感谢收看本期闲车，我是 Elba， 我们下期再见喽。